这里是 MC 哈肉，欢迎收看最新一集的《狗屎写手》，欢迎今天大来宾麒麟。就是麒麟 AK Nike Chain 你们的 Nike 老师，哇，我们的耶！今天在开始之前，想先问一件事情，就我们今天到底要称呼你麒麟还是 Nike 老师？其实都可以，就看我使用什么替身能力这样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但我特别喜欢麒麟因为我们是大嘻哈时代的粉丝，然后我觉得麒麟是最大亮点。真的吗？怎么说？我尤其很佩服就是 Cypher 那一集，哇，我觉得那个哇，情操之伟大，因为 我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。为什么可以跟那个人？我觉得不可以说的吧，不可以说的。你现在事情已经够多了吧？我觉得蛮厉害的，就是在节目上就是跟前任一起合作，对，就那个BR嘛，就直接。因为等一下一定会讲，所以我不如赶快讲一讲。OK， 好。当时到底是怎样的心境？心境哦，就是我要努力表现我的专业啊，就不能被这件事影响这样。所以心情上还是就是看到他本人会有一点难受啊。难受，偏压抑。那这个记忆是非常的清楚吗？还是有点年代久远？对，没有很久。没有很久。对，算偏。中等清楚啊，中等清楚哦。那我们等一下可能会高等清楚哦。哇！那我们再看麒麟的精彩表现，掌声欢迎麒麟 Nike 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麒麟。我们今天反应要热一点，你们今天反应要热一点，不然我会变成冰麒麟。不然我会变成冰麒麟。我原本要开一个麒麟的玩笑，我本来要开一个麒麟的玩笑，但我听说这里不欢迎上古神兽。但是我听说这里不欢迎上古神兽。你说凤飞飞啊？我是说凤飞飞，我是说凤飞飞。我跳舞的时候叫 Nike 老师。我跳舞的时候叫 Nike 老师。我的死对头是 Adidas 老师。我的死对头是 Adidas 老师。虽然我跳舞很久了。虽然我跳舞很久了。不过现在我是饶舌歌手。不过我现在是饶舌歌手。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拍《歌舞青春》。我小时候的梦想是拍《歌舞青春》。现在我能歌又能舞。像我能歌又能舞，但没有青春了。但没有青春了，因为我现在的年纪。因为我现在的年纪还能唱还能跳，还能唱还能跳，根本是女版的武棍阿北，根本是女版的武棍阿北。很多跳街舞的喜欢自称 B boy B girl， 很多跳街舞的喜欢自称 B boy B girl， 但我觉得小 Ella 才是真正的。但我觉得小 Ella 才是真正的 B boy B boy。今年走中奖，跟瓜吉合唱一首《流量密码》。我今年走中奖，跟瓜吉合唱了一首歌叫《流量密码》。讽刺的是，我流量其实很少。讽刺的是呢，我流量其实很少。我说大姨妈，我是说大姨妈。我跟很多饶舌歌手交往过。我跟很多饶舌歌手交往過。我房间就像大嘻哈时代的海选。我房间就像大嘻哈时代的海选。写一首歌 diss 前男友，我曾经写一首歌 diss 前男友，整首歌只有九十秒，整首歌只有九十秒，比他做爱的时间还长，比他做爱的时间还长。我有任前男友叫做 BR， 我有个前男友叫做 BR， 叫做 BR， 他饶舌圈的称号是吵架王，他饶舌圈的称号是吵架王，但他还是吵不过我，但他还是吵不过我。每次他找我打炮，每次他找我打炮，我都会回他，我都会回他。要打去练武室打啦，要打去练武室打啦。我另一个前男友是蛋堡，我另一个前男友是蛋堡，我另一个前男友是蛋堡 ，AKA 软嘴唇 ，AKA 软嘴唇。告诉大家，告诉大家，他软的不只是嘴唇，他软的不只是嘴唇，大家还尊称他是饶舌师。大家还尊称他是饶舌诗人。哼，哼，他根本没把我弄湿过。他根本没有把我弄湿过。最后我想说，最后我想说，我教过很多艺人跳舞。我教过很多艺人跳舞。我教周杰伦 breaking。我教周杰伦 breaking。我教蔡依林 locking。我教蔡依林 locking。我教罗志祥 fucking。我教罗志祥 fucking。谢谢大家，我是麒麟。够 real 吧？够 real， 够 real。怎么样？还行吗？还行，还行。其实就是，你百感交集耶。对，百感交集。就是有时候从嘴巴要讲出一个名字，其实蛮难的。哦。所以有点稍微小梗，
哽一下这样子，对对对，不是哽咽，小哽咽，对对对。然后我觉得流量那个也蛮好笑的哦，对，就的确我那时候就是被邀请的时候想说啊，怎么会邀请我？我好像不是大家那么知道的人哦。对，的确流量没有那么好，对，就是讲出来也蛮好笑。现在讲的是YouTube 还是大义吗？其实我刚才也在讲是哪一个，是哪一个？因为你有诚恳说，的确流量没有那么高。今天就是看你在台上就是非常 real 的一面，对，大肆骂了一番嘛，真的没有这样讲话。那我们今天也准备一个礼物要送给你，慰劳一下。好，因为很多人在说你什么阿姨回家煮饭，对对，今天就不用煮饭了。今天特别准备吃的给你，对，你就不怕肚子饿了。而且是什么呢？什么？你来解释一下。蛋堡。哎呀，很会送。蛋堡还喜欢吗？喜欢喜欢喜欢。还没完哦。对对对对，就把它打开一下。里面还有 Beyond， 哇！怎么会有这种饼干？因为我们自己做的。好，很棒，喜欢吗？喜欢一边翻白眼，喜欢啦，喜欢，都喜欢吃吧，反正还可以吃过嘛，对不对？对，还可以。接下来有大事要发生，对不对？哇哦，这是我第一次有自己的专场啊！真的吗？对，就之前都是比较像拼盘这样，这次真的是第一次自己。哇，对，然后也有很多很酷的特别来宾，哎，在后面，这边，有韩森嘛？对，还有其他人，哎，失礼，对，其他人，纪伯茂、韩森、王世珍，然后吉他手 VL， 然后还有 Pink Chen。哦，对，那其实大家可以猜得到我跟韩森会唱什么，因为节目上嘛，但是大家应该不太会知道我跟平权能够唱什么歌，确实挺好奇的。对，我觉得蛮惊喜的一个点啊。对，希望大家不要错过。好，喜欢的朋友一定要去看。卖票，非常感谢今天的麒麟的到来。耶！